搭相不庆，请我领泪说三弄。话说就在多年前，城市户口很稀罕，因为城乡差别大，社会保障有变化，保障待遇不一样，子女成立大学上，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名牌大学考进去，城市户口很吃香，全家跟着都沾光，都想户口迁出村，就是这样的原因，这些利益来驱动，城市户口都看重。社会发展到今天，农村已经不一般，户口迁出新农民，成为一群特殊人，还想户口迁回村，也能叶落来归根，自古故土都难离，父老乡亲难忘记。国家很重视三农，农村发展不再穷，福利待遇也很好，非常适合来养老，惠民政策来执行，好处多的不能行，农村户口也吃香，都想迁回沾沾光。这种想法人不少，农村户口当作宝，可惜不好来实现，毕竟名额都有限。如今传来好消息，无类人能回村里，农村户籍政策变，有人想法能实现。农村走出大学生，毕业就业不轻松，上学户口被迁出，没有在城市立足，毕业户口能迁回，马上政策落实税，建设美丽的家乡，金子到哪都发光。以前办理非专农，固定工作没成型，农村还有宅基地，户口可以迁回去，没有固定的工作，农村生活时间多，居住城市是累赘，这种情况能迁回。有些个人非专农还想回家去务农，村里一般不接受，除非真诚实意走，村里开会来商议，审查投票都仔细，只要大多数同意，就可迁回村里去。夫妻二人的户口，只要一人村里有，一人户口在农村，另外一个别担心，这种情况能落户，直接迁回村里住，也可父母来投靠，开具证明要有效。未婚和父母生活，没有固定的工作，一直生活在农村，没有成家和结婚，没有固定的职业，农村户口能解决，户口可以迁回村，还能宅基地来分。有人城里买了房，待在城里时间长，选择落户到城市，我们应该多支持。有人想要迁回去，政策符合就可以，以上五类都符合，可以农村去生活，那个去生活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做人很狼狈，金钱是玫瑰，是袋子的蓓蕾，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赚钱很疲惫，用你的汗水来换真和美，农民受苦受累谁安慰，谁安慰。